我介绍一下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刘副书校。刘副书校。小名叫什么呀？六六。滑铃是小时候玩了很多年，后来就彻底断掉了。你们在群里看到那个最能弹逼的 S 就是我，哦，然后就是第二能弹逼的 M 是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柚子农场，我叫 Jeff。完这几天大家在那里玩好啊，吃好啊，这里还蛮多东西吃的，也很多去玩，好吧？然后到这里自己家就行了。东西呢？随便拿，不要钱。折。是我家祖传用的那个东西。啊！志林，你先拿着，但是千万不要打开啊！巧了，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要吃只是蒸排骨，啊，然后我就做了一个。然后也不知道他怎么就给牙割掉了，这是 M 老师的牙，被排骨割掉了，所以就是从此以后不应该吃排骨了。啊！用得了？这是两个东西，我给整成一个。没事，我也。哦哟。他跟现场再买四个字，是吧？带动消费。啊！先把It's bound to get you someday.